下面进行 AB 点教学视频。GPS 模式啊，解锁。起飞。首先，遥控器上 S3 通道，按下进入 A 点，红灯连闪，往前飞行。再按一次 S3 回弹，绿灯连闪，进入 AB 点。打开 S2 通道，往下按下打开 AB 点通道，往左或往右选择飞行航线。我们现在往右选择，飞机开始进入 AB 点作业，并且开启自动喷洒。飞机当没药之后，关掉 S2， 按一下回弹，停止 AB 点喷洒，进行手动返航。降落。
Thank you.